一下哦，这个日文有谁可以帮 Andy 亮解答问题呢？大家知道答案吗？告诉我们翻译的结果哦。轮的木工法，里面有木工 DIY， 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哇，上面还有小朋友哎！我们刚才在爬这个竹子，他刚才在爬的过程中，那个从下面上去，那个比较简单，那个容易上去。他从上面下来，就是有点那个低的感觉、啊，扶的把手有点低，所以就很难握。从下面上来，因为下面比较低，很容易这样握住，这样上来。我觉得那样比较容易简单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我们会再爬一次。那边还有池塘，那里还有秋千哦。这里是嘉义的酒厂是不是？如果大家有空的话，也可以来玩一玩啊。嗯、那我要继续玩了。在嘉义火车站旁边的文创园区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玩了。走。是嘉义文创园区，你有来参加过了吗？嘉义文创园区，这里是嘉义农场，是改建的文化园区。如果推荐是嘉义市民，礼拜六、礼拜日，如果闲闲没事做的话，也可以来这里参观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还有订阅，哎，你当下个影片的内容，拜拜，一定还有分享哦，拜拜。我们下个影片，再见喽，拜拜。